真的是跳起来超讨超难过的啊！再一次看看，又是水晶任务是什么？那你增加这什么意思？中间有个那个头塔，头塔。哦，那个，快快去讲！快快快！你们有放地上，快！你们去讲，你们去讲。啊！我死掉了。我站到了。那个真的很讨厌呢，这到底要怎么去解决它、啊？你直接扛错，扛错跑步。我现在就是 OK 啦，了奇怪，烂死了。啊，这，所以到底谁抢到了、啊、？No， 他也在瞄我。装备，快把装备捡走。红队刚是红队，红队取得。我们刚才取得了。对。你刚拿到了吗？血量，可是我身血量没有增加20%。那个啊，塔的啊。塔的那个，塔的那个，塔的什么？生命值啊！我们塔现在是103。哦，你说塔生命值啊？我还以为说我的血量上升28，我想说没有啊。我想说我的血量怎么还是一样是20滴而已。我们已经突破天界，原本只有100滴而已，现在有103滴。我完全没有在，完全补回来。那个，我走超级慢的，我超难过的。汪汪。哎，换你去敢死队，我不敢死了。去敢死队啊，好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因为我怎么不敢死了？因为我觉得我的队友没有那么的 carry 啊。哎，就很难过，就是他这一直卡着你肋骨，你知道吗？你按扛错跑步就好了。汪汪，你要加油啊！上做过也没有效果哈、哦。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，看来你不适合 PVP 了。啊，糟糕了。哎、欸，要守家了，要守家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哦，天眼效果真的没有办法地盾了、欸。可以把他们那个打掉，把他们那个效果打掉。效果要怎么打掉？打高斯牌吗？不是，在他们阵营塔上面会有一个天眼兵，一个村民在上。哦，那个要怎么上去啊？弓箭啊，不然就是想办法那个楼梯可以爬上去啊。麻烦哦，天眼兵哦，好。所以你们都会拿超慢超难用哦。所以你们都会拿斧头打吗？近战的时候，近战的话，除非可是你要让他攻击更强，很难。箱子，这边他们有人来了。哇塞，你们围这楼塔也太高了吧！我觉得我们要开始。原本只有2层高，可是刚的一跳跃之后，你要铁是不是？那给你挖铁，我去别边。我现在超难过，就是这东西一直会卡的，卡卡的。箱子有那个秋风，箱子有那效率的，箱子有秋风。哦，知道，箱子里面有秋风，箱子里面有效率的、哦。嗯哼，会喷掉的吗？诶、欸，会直接消失。那个效率搞到地板都会直接消失，不是效率搞、哦、核心搞。哎呦，哎、啊，这样不错、啊。上次我们那个满地的核心搞，满地核心真的。满地的核心稿，走走走，继续跑。别再来啦！如果时间到的话会怎样？什么时间到？时间到？你说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第四阶段是什么？我没看清楚。会扣什么？那死掉，玩家死掉就会扣血，扣阵营生命值。玩家死掉就会扣阵营生命值，这是什么模式啊？我回来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烂模式啊？其实从第四阶段开始，等于说不能用DS、啊。好爽啊！哎、欸，那个失流了，汪，别再送头了。现在开始没办法。第四阶段，第四阶段开始动装备了。哦，这终于不能叠失流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后面还是有这样的设定，不然的话。都变成这样玩了，万扎都一直叠尸就行了，已经不能叠尸流了。哎，赶、欸、快回家，赶快回家，全部回家，汪汪回家喽！回家，回家喽！快回家，快回家，快快快！耶！喂！啊，你们刚刚加的，现在扣回来啦，剩81了。先加再扣20。我给你那个巧克力，就是我给你那个，我给你那个金锭，那个铁锭。好，谢啦。结果我
铁锭还要自己挖，我们的队友不 carry 哦。对啊，我身上有铁锭啊。没有没有，做一下胸甲一下。有啊有啊，等一下，我在想弄附魔。来，我这边铁给你五个。看你的队友没有想要理会你啊。对啊，他都不理会我，在前面前线冲锋陷阵。太累了。等一下哦。我去做个斧头，杀戮时间。这里有那个，挖两个，不能堆尸哦。你很难过是不是啦？对，超级难过。这也是可以啦，只是会开始扣一点点的血量。扣多少血啊？一次一滴啊。所以如果你可以来挖到两滴，那就是赚。有保护的。我已经有胸甲了，说。你得有保护。保护的，对。等一下。啊，每次到第四阶段，大家就会开始很冷静。对，真的。我前面要放轻松，冷静哦。前面我都不知道在玩什么、啊。前面超紧张哎。前面我真的不知道在玩什么、啊。来了，来什么东西来了？弓箭大师，随机任务。有明天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来，我到了，快回来，我加油，抓到了，哎，赢了，嘿嘿，差一步啊！我们的不喜欢点名哦，是每天点名哎，我天啊！对啊，每天点名呢、欸，点不太久啊，这是不是烂掉了、啊？怎么一直都是点名？对啊，你的怎么都点名系统啊？有点名，抱歉，我们只提供点名。他这是随机的。每天玩点名，早点名、中午点名跟晚点名。天哪，发生什么事？欸、他进过来。哇塞，你没有那个、哦。哪个？他应该是往那个矿坑方向走过来。嘿，换一些弓。他从矿坑过来了，矿坑方向，请准备。阿纪先解决那一个天眼呐、啊。有，解决了。也不对，天眼解决了。我没有解决到另一个。哎、欸，解决了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没有天眼了，太好了！啊，身上没有亮亮的了，身上不亮亮了。那重新放就好了。喂，放那要多少资源啊？哦，记得要看一下。哟，十五个而已，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十五个而已，还蛮便宜。天眼在哪里啊？懂内。我看不到了、欸。哦，凶哦，这个很凶哦，燃烧的剑是不是？所以你们现在看我还看我们还是会有天眼。对，你们看 F 啊，有看到？哎、欸，快，趁机快挖，疯狂挖！我正在挖了啦。回家。啊！我这次会喷很多砖哦。又是那个啊！但是我在有点有点没有装给我，有点远、哦。快点！干巴的，我这一次穿保护的铁钩。哎，进来！哎呦，结束了。没关系，这个只有一颗钻石，一人一颗钻石，他们也才三颗，总共也才三颗。哎、欸，这个任务其实还蛮烂的，人越多奖励越好。哇，那个还是你们要那个弄起来，然后来做一个钻石布巧克力。可以啊，一起来做一个钻。哎，哦，漂亮！拜拜。八级耶！都完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时间你还不消一下，是不是？太过分了！欸、我的装备，你还给我！哎呦，帅哦！太棒了！怎么消啊？三十个绿宝石。拿三十个绿宝石。你还真舍得啊！哎、欸，太过分了！我的装备。我的红萝卜都没了，就红萝卜吗？
看来只有红萝卜，没什么大碍。有啦，我铁巧克力等于胡萝卜就是了，是吧？铁装全部都没了。今天不能随便送头哎、欸。对啊，都要冷静一点。超害怕，随时会死掉。好贵哦！其实扣一点，只要挖两下就有钻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巧克力没有装了。对啊。哦，对对对，都被送掉了，忘记了。他什么都没有了。有点小伤心。同队还要被嘲讽，好可怜哦。对不起。哎、欸，巧克力你没装啊？他要被自己队友装。哎、欸，巧克力怎么那么雷啊？怎么一点装备都没有啊？我连装备都没有啊！你好雷啊、哦！没有，我刚刚出于好意，我就是说，我帮你多一个。我想说，哦对哦，我自己做。巧克力好雷哦！我等一下就弄你。好嘲讽哦！气呀、啊！我其实铁装挖还蛮快的。哦，效果，随机效果，力量就在你身上，不知道，好，不要讲。力量是什么啊？要干嘛？力量打爆对面。好用的嘞。力量二，我记得也是加了好快五点伤害吧，等于打一下就是就加五点。快去打爆对面啊！力量太好用了啦。这就是最无聊的。这就算全满装也是很可怕的。赶快去用那个让对面可以发光的、啊。那个要多，那个要什么？那个哎、欸，有东西过来。什么？原来我是东西。东西。你刚刚做了什么？你阿进，你刚才在那边做了什么？有东西过来了。啊？有坏东西过来了。我拍了。这走好慢哦，超难过的。好、哦哦、有方法可以解决了。哎、欸，我的稿子怎么不见了？那，我金稿嘞？那，金稿为什么会消失啊？哎、欸，我的金稿也消失了、欸。哦，你们是有丢出去吗？没有啊。不是不是，我刚才、啊、我被清掉，所以金稿没了。啊，可能没换吧？他没有跳出来、欸，掉出来就不见了。对啊，没有掉出来，奇怪。他、啊、可以买吗？因为我设定他是哎，之前不是可以买吗？那没有金稿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这把给你，反正我没有。他自己没有金稿怎么办？没有金稿怎么办？对啊，没有金稿怎么办？之前不是有那个可以换的吗？还是你把它清掉了？那个拿掉了，好，我再把它补回去好了。对啊，你要再把它补。那个应该还是需要。对啊，因为你被清装备，那就会连那个金稿一起清。或是你要想有人可能不小心按到 Q 就把它就消掉了。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小心！随机任务，啊、回去点名了，要点名，点点名，哎、欸，这个要点名，这个要点名，快回来！28，快扣28，我有点远啊，机很远，快点，哇，我们还有10分钟，哎，到了，耶、yeah ！这样就可以用死他们。光这样就用死啊！我们挖这么辛苦干嘛？挖那怎么办呢？那，哎呦啊 ！No！ 哎、欸，你们怎么一直在用那个啦？你们在干嘛？我很闲，我整天都在挖矿。搞、欸、了啦，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挖啦？我们有人故意挖。我等下再清一次，他们这边都没有金稿，不用挖。如果三个都清掉，他们就连金稿都没有了。啊、不是啊，我们还是可以用的。连核心都不能破坏。用金锭做吧，用金锭做可以吗？可是没有办法吧，那个有办法吗？用金锭。哇！有人想射杀我！哇吼！哇吼！耶嘿！啊，好痛！你干嘛这么爽？哦！我要回避，我要回避！啊！好痛！哎、欸，防守！你们没有在守啊？没有，没有人理我！你们不要理我！不要理会我！队友合作啊！哦，48了！哦哦，算了，都好烂哦，就这样呢。哎，巧克力，我刚拿到球风装备，我有了，你给风破，你给我好了，我刚都被拿掉了，烂死。好，然后我再给你一个钻石。绿宝石是前面那个洞吗？你去做一把那个剑什么的。超圆形助攻哎、欸！烂透了，没有离开家门过。
可是我突然变28等，为什么？因为杀了我有等级是不是？有这么多等级吗？有等级吗？没有吧？这么多等级任务是任务给15等。哦，任务哦，哦，任务给的哦。对。天眼兵到底在哪里啊？我觉得我们要赶快去把他杀掉。哦，有排狼，有排狼，有排狼！哇丢！耶、yeah, ，抢装备喽！怎么了？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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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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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小龟，不要再射了，回家，回家，躲在家里啊，快，回家！可是他其实很远，有点远啊，惨了，这个是什么？感觉超远。我是要回家啊，苏丹，苏丹，我们家有点难回啊。你身上有铁吗？你们东坡有没有铁霜吗？快快快快快！我继续做啊，输了。你要问我有没有铁钻呢？